我们这一集和下一集呢，用两集的篇幅呢，讲一下唐高宗时代的千年灭倭第一战。说起中日之间的战争呢，我们一般人都会想起中华民族死伤3000多万人的这个抗日战争，确实是使得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是切齿叹息。还有呢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那个甲午海战，包括16世纪惨烈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，以及呢，在元朝初期忽必烈他当时居心叵测，想顺带消灭汉人心降的新富金的对日本那个战争，也就是元朝的征倭大战。这几次战争说句实话，代价非常巨大，败多胜少。其实呢，远在1300多年前，我们伟大的唐朝先人就曾经在朝鲜半岛的白江，也就是今天韩国的锦江，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，使得倭寇呢偃旗息鼓，一蹶不振。当时啊，这个唐军和新罗联军2万多人，唐军1万多，新罗军呢不到1万吧，对倭军和百济联军7万多，其中呢倭军5万，百济军2万，真正当时这场战役是以少胜多，重创倭寇，而且呢是水陆并进，焚烧倭军战船400多艘，四战四捷。当时的这个倭军和百济联军呢，就不战即降，就最后打不过了，没死呢就仓皇逃走。和明朝那次抗朝冤倭不同，那次战争呢，明朝的主将邓子龙和朝鲜主将李舜臣都壮烈牺牲了。白江之战，唐军主将刘仁轨和新罗王金发敏精神抖擞，完好无损。所以此战过后，倭国国内啊震恐无限。剩下来没被杀掉那个残兵败将逃返本岛之后，心肝胆裂之余，哎，日本人在这个他国内凿3重巨堑，挖了3条就是特大的那个壕沟，以防止唐军啊进入他本土来进攻。在当时当地呢，如此赫赫战功，你只在《旧唐书·刘仁轨传》当中呢，只有短短123个字。于是刘仁师、刘仁苑及新罗王金发敏率陆军已进，刘仁轨乃别率杜爽、扶余龙率水军及粮船自雄津江往白江，会陆军同赴周流城。刘仁轨欲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，焚其舟400艘，烟焰涨天，海水皆赤，贼众大溃。扶余峰脱身而走，获其宝剑。伪王子扶余忠胜、忠志等率侍女居倭众，并丹罗国使一时并降，百济筑城皆复归顺。我们读《资治通鉴》《唐纪》第17，基本上也是类似描述，短短数十字就把这战役就一带而过了。其实以我们当代人的目光来看呢，白江之役不可不谓大胜，又是以少胜多，又是水陆并进，又是借东风烧敌船，又是友军配合作战啊，击破这个敌方的联军，所以说应该记载、应该保扬、应该宣传地方应该挺多才对。但是在唐朝呢，以及书写《新旧唐书》以及《资治通鉴》的这个五代的时候，和宋朝呢，当时这个日本国就是在倭国名气太小了，近乎呢被使臣忽略不计，因此对浴血沙场的将士们来说呢，这场大战和他们足以炫耀一生的战绩呢，对后世稍后的那个五代和宋朝的这些使臣旁观者来讲呢，他们就觉得微不足道。唐朝当时的大将们都以什么平灭高句丽啊、灭突厥啊、把吐蕃人打败啊、击败回鹘啊这些，哎，觉得是大功炫耀。谁也不会把打败当时倭人的这个战绩拿出来显摆，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啊，还真没多少人知道倭国啊，估计呢吃过倭国可能吃过，但是倭国知道的不多。当时的唐朝是世界性的泱泱帝国，天朝，所以说呢，对白江之战也根本没太多人太拿它当回事儿，只不过认为是我们大唐帝国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。盛唐一直到大宋。作为东亚大国，我们对倭国这个国家其实真的不甚了了，道听途说，基本上记载都是这样的啊。日本古倭奴也，国无城郭，连木以为闸落，
以草次屋，就是说贫民窟一样的草房子，左右小岛五十余，皆自民国而臣附之，就是那散乱的部落联盟，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国家。其俗多女少男，有文字，上服土法啊，也信佛教啊，但是呢，就是说以女为尊。其俗呢，追记无官带，贤以行，服锦冠后啊，贵者冒锦，没光脚，也没有什么官带。妇人呢，衣纯色裙，长腰襦，结发于后，实际上这个打扮是跟高句丽学的。至炀帝，赠其民锦县官，饰以金玉。所以说，在隋炀帝之前啊，这个日本那个列岛啊，应该是连正式的这种衣冠都没有，这更不要想到什么道德文章了。日本国者，又有这样记载：倭国之别种也。或曰：倭国自恶其名不雅，改为日本。所以说，这些对日本或者倭国的记载就语言不详，一直到遣唐使一批一批来大唐跪拜啊，求学打秋风，中华呢才对这些当时个子很矮的小岛居民呢稍加留意。其中呢有一批贡使来唐，那个副使叫中满，这个中满实际上就是阿倍仲麻吕，说的是慕中国之风，因留不去，改姓名为朝衡，他就在这个唐朝的长安啊待了五十多年。又说这个人呢，好书籍，放归乡，逗留不去。就说你让他回老家，他都不走了。因为唐朝那阵是什么地方啊？他老家呢都狗都不拉屎的地方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朝衡，有时也写作朝鲜的朝，就是朝衡，就咱们中国的姓朝的朝。这个倭国哥们在天宝十三年呢，忽然估计岁数差不多了，忽起思乡之情，就想搭乘了新的一批遣唐使，那个当时那个人叫藤原清和的，他这个船啊，衣锦还乡，中途呢遇到飓风了，差点被淹死。诗仙李白啊，当时还以为就这个跟自己一块吃过倭瓜，而且还接受过对方的估计一件日本什么扇子大衣什么的，这个矮小的哥们喂了王八了。结果三两这个酒下肚之后了，估计信笔涂鸦。所以说李白留有一首诗。哭朝清衡，日本朝清辞帝都，征帆一片绕澎湖，明月不归沉碧海，白云抽色满苍梧。李白这个诗我估计我们好多人还都会背，尤其一提起中日友好，李白这个哭朝衡这诗肯定会拿出来。大诗人的所谓哭啊，肯定也不是真哭，我估计三天之后呢，李白就会把这撮哥们的死人给忘了。结果过了数月呢，忽然又看见这个人全曲全影又回来了，现身于长安王宫那些大宅院酒席之间。我估计当时李白以为白日见鬼了，自己遇见诈尸了，确实吓了一大跳。不过呢，这诗也不白写，反正咱们日后但凡说起这个中日友谊传颂千年的名作，都会把李白这首诗拿出来。那么讲起古代日本呢，特别是唐朝时候日本，一定要讲起当时朝鲜半岛的一个小国，这个高丽、百济、新罗，他们和唐朝的关系。今天的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呢，存有高丽，当时也称高句丽了，百济和新罗这三个国家。其中呢，高句丽就是高丽名声最大，军力最强，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，三心二意。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争高句丽。致使国内民生凋敝，国力大耗。唐高祖李渊称帝之后呢，对这个高丽当时那种遣使称臣并不感冒，他对臣下就说：高丽虽臣于隋，而终惧炀帝，何臣之为？朕勿安人，何必受其臣？你看李渊就很大气，你用不着在这儿来跟我装孙子，跟我来打秋风，你爱称臣不称臣。当时的高丽国王呢，是隋炀帝时候一直和这个隋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，他的异母弟叫高建武。高建武呢，他也想查看新的帝国的唐帝国的虚实，派遣使臣呢，献上他的封域图，就说我国家到底有什么多少多少城，就表示臣服啊。唐高祖呢，这个时候就命人去辽东旧战场，把当时战没的隋朝将士的尸骨收埋。然后又把这个高丽人当时为了夸耀武功建立的金冠，就尸体人头堆起来的一个建筑物给平毁了。高建武当时感到非常害怕，于是就下令着国人呢修建长城千里，准备抵抗大唐的军队。
后来呢，高丽内部呢发生变化，政变了，他有个东部大人叫盖苏文的，把这大臣杀掉100多，入宫呢还把那高丽王高建武也给弄死了，立谁呢？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臧为傀儡，他自己呢封子为莫离之。莫离之呢，高句丽文的意思就是主兵元帅。盖苏文这个人呢，史书记载啊，貌魁秀，美虚然，服阶饰以金，佩舞刀，左右莫敢仰视。所以说每次上下马啊，他国内那些贵人大臣都争相着趴在他这个脚前，撅着屁股、在那里给他当那个脚垫。这高丽高句丽发生内变，因此唐朝大臣就劝当时唐太宗就讨伐他，你看这人有弑主之罪啊。但唐太宗人挺厚道，因丧伐人，朕不取也。他们刚死了国王，咱们现在就去攻伐他，这个不大符合咱们天朝上国的这种礼仪。于是呢，就是下诏拜那个高臧为辽东郡王。不久呢，高丽百济的两国联合，又大举进攻新罗。新罗这个时候就向唐朝求助。然后呢，大臣们一商议，最后唐太宗手下大将李世济力劝征辽。不巧的是呢，当时又赶上辽水泛滥，唐军等于是无功而返。贞观19年，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，率陆军6万、水军4万，又发什么契丹、西新罗，等国盟军吧，进击高丽。唐军呢，刚开始进展的时候还挺顺利，攻克什么盖木城啊，就是今天辽宁盖平了，什么沙府城啊，就是今天辽宁的富县了，把辽东城也给攻克了，就是今天辽宁的辽梁啊。不久呢，唐军又攻陷了这个白崖城，在今天辽阳东以那个地方。于是呢，就向安市进发。安市呢，在今天辽宁盖平东北的那地方。当时高丽大将高延寿这些人呢，率高丽以及莫贺兵15万来救援，被唐太宗君臣设计打得大败。高延寿呢，没办法了，败了之后只能率柱投降。然后他当时是爬着西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。唐太宗当时怒喝，以后还敢和天子交战吗？高延寿当时叩头啊如捣蒜，当时一脸是汗，连回个字儿都不敢回。于是呢，这高丽当时是举国震恐，坚壁清野，赶紧向后方紧缩战线。比如说皇城和郾城一带，皇城就是今天辽宁辽阳了，郾城就是今天辽宁铁岭，这一带一片空无一人。然后呢，唐朝大军很快进至安市。但这个城南安市城呢，城不仅险，而且那守城的兵士呢也非常勇悍。城上的高丽兵呢，看见唐太宗这个旌旗仪仗呢，竟敢在城头呢在那儿鸣鼓示威。唐太宗大怒，李世济在一旁也气愤，就劝唐太宗说：“城下之日，进图首战南丁。”安市城内这个守兵一听说，哟，唐朝大将说了，这个城一破之后，就把我们这些人都弄死了。所以就更加玩命的抵抗，双方焦灼数日呢，也攻不下。当时由于酷寒天气，奇寒，唐太宗呢也非常爱惜将士性命，于是只得下令班师。其实呢，当时这个安市城是当时高丽国内的一方诸侯，盖苏文执政后呢，也曾经派兵攻打，竟然也不能攻下。为此呢，唐太宗就觉得，你看安市这个城主还挺有志气。临走就做个人情表示安抚，怎么做人情呢？然后等于就是说，撤退的时候这个还送他们几百匹这个，这个绫罗绸缎吧。于是，在唐军撤退的时候呢，这安市城内也是这个偃旗息鼓，那城主啊登城再拜跪着向城下的撤退的唐军叩头。所以说呢，虽然自己的城市没有被唐军攻陷，没有被屠城，但高丽守军自此也知道。唐军啊，真是勇武无比。时间又到了贞观22年，过了几年之后吧，这唐太宗本来准备集30万大军，派长孙无忌呢为大总管，想一举攻灭高丽。不想呢，唐太宗不久就得重病，就崩逝了，所以这高丽又逃过一劫。到了唐高宗永徽6年。就公元655年，新罗国又向唐朝朝廷告状，就说高丽啊、百济和莫贺三家联兵攻取新罗30多城。唐廷在这儿也怒啊，但是呢先下诏劝和，毕竟都属于藩属国嘛，
哎，高丽不听。作为大帝国，作为仲裁者，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势力，唐朝于是在显庆五年，就公元660年，下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。当时呢，唐朝力量特强大，刚刚把那西突厥的可汗阿史那赫鲁给生擒了，又把西突厥原先的部落分为两部，设昆陵和蒙池啊都护府。你想，北方突厥的问题都解决了，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上蹿下跳的高丽和百济，围魏救赵啊。于是呢，当时唐军啊并没有直接救援新罗这小国，而集中力量进攻高丽这个帮凶百济。百济和高丽一样，就属于扶余别种。为什么叫扶余别种呢？因为一直有个扶余国，又做扶余国，有的写作扶起来的扶，有的写作丈夫的夫。他是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494年的扶余人所建立的政权。这个政权呢，一直盘踞在朝鲜半岛北部和我们今天中国东北地区。那么扶余国的前期王城在哪儿？在长春市宽城区小城子村，当然还有一说是在吉林省吉林市了。他后期的王城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。当时啊，这一片地方谷物丰盛，扶余国的这个老国都呢，叫会城。扶余国啊，从20世纪立国到494年，当时的东扶余国被高句丽灭国为止呢，实际上立国还时间挺长。你想，它是从公元前20世纪就立国，一直到公元494年才灭，700年。而且当时在东北的什么斡举啊、东会啊，就都属于扶余的兄弟部落民族。松嫩平原上有一种树，树上有一种盐可以食用。古代部分东胡人呢，到了这个松嫩平原，他们就把食用这种盐的人叫扶余，当然这个也是扶余这个名称得来的另外一种解释了。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百济，它的扶余国的背景，我们就说回百济这个小国。唐高宗时期呢，百济当时的国王叫扶余义慈，唐军呢从城山，就是今天山东龙城渡海，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队，啊，把他都城也给占领了，把他主力全消灭了，斩首10000余人。百济王扶余义慈呢和他太子扶余隆是仓皇逃走，逃到了这个北边的小城躲避，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。最终呢，唐军把这个百济都城攻克之后呢，把这个什么扶余义慈父子啊，还有百济那些豪酋吧、酋长吧，58个人全部都给抓起来了，押送长安关押。此战呢，就唐朝就把这百济的小国给平灭了，然后呢，收取多少呢？包括他的王都，包括37个郡、200个城、76万户，就这样的全部都归唐朝所有了。于是呢，唐朝在百济设熊津、马韩等5个都督府，选择当地有势力的、有威名的那些酋长管制。同年10月呢，百济王族这一行啊，被押送到唐朝的长安。唐高宗呢，还下诏，就说这些人我都不杀了，就等于是软禁起来。这扶余义慈也是个倒霉蛋，本来这个人性格、品格方面还不错，上孝下亲，挺有荣名的，当时被称为海东曾子。战前呢，唐高宗还对他下诏劝谕他，让他自首自新。但是百济王当时总以为唐朝兵马怎么会忽然越海来攻击我呢？他就继续给高丽当帮凶。殊不料呢，松定方啊这些大将一出，百济是立时破灭。你的国王自己呢也被生擒活捉了，关在囚车里，走了数千里地，才归罪长安。不久呢，这个扶余义慈就病死了，还真不是被弄死了。唐廷还挺对他挺恩典。赠给他卫尉卿这个官职吧，追赠他，而且允许他被俘的那些旧臣在他丧礼上来参加，还把他葬在哪儿呢？葬在孙浩和陈叔宝的墓的旁边。哎，这个举动意味深长啊！你看，同为降臣和降王，下场也一样啊，最终呢还是好死。消灭百济之后，唐朝大军振旅而还，留下郎将刘仁苑率领数千唐兵留守百济。又派呢左卫郎将王文度为雄津都督。那么在赴任途中呢，王文度病死了，唐朝皇帝就下诏派刘仁轨接替他的职务。本来百济国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就已经降服唐军了，一看唐军主力回国了，贼心又起来了，他又联合一个叫道琛的和尚，在周留城啊，把这个百济的那些旧民聚集起来，又造反了。
当时呢，由于百济他直系王族，基本都被唐军一锅端了嘛，都押送长安了。扶余福信呢，当时就只能想到，哎，百济王扶余一词，数年前送往倭国当人质的王子扶余丰。当时朝鲜半岛啊，以及倭国这些小国之间，经常啊交换王子为质子，就跟咱们春秋战国时代差不多。所以说呢，日本这个时候就不自量力了，就想搅这趟浑水讨便宜，就派兵啊护送扶余丰回百济，准备帮助百济复国，由此来扩展倭国，就是日本在朝鲜半岛势力。当时拍板下主意的倭王呢，实际上还是个女的，女天皇，就是那个齐明天皇。估计他是心生贼心啊，抗拒天朝啊，惹了天怒了，这国王这女王啊不久就死掉了，他儿子继位了。这个儿子呢，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天智天皇。说他是天智天皇呢，还不如说是无智天皇，因为这位继位的新天皇呢，迫不及待就快马加鞭，就把这个扶余丰呢送回邹留城。那么这个扶余丰，这个百济的前王子，他回到百济，他真能把这个百济国给复了吗？我们下一集接着讲。